望，我是今天来面试的。哦，天哪，这女孩漂漂亮亮的，但是那头又塌又乱的头发，实在让人太出戏了。我想想要怎么问才能切入重点。那我们是你面试的第几间公司？第三十间了。尴尬扁塌法影响你的人生规划 ，Abipo 改变你的扁塌法人生。玫瑰花丰盈养护洗发精，打造丰盈秀发，蓬松轻盈，丰润弹力，给予发根支撑力。明天就可以来上班喽！头发不扁塌，自信大提升。